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isa 的听歌台语，我是 Lisa。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歌词呢，是得到今年第31届金曲奖单曲制作人和作词人奖的贾玲友的《路》。这首歌写出着台湾的故事，真的写得很好，很感动的。我们现在就做回来看这首歌的歌词。この番組は無人赞助就可怜的，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的お願いします。娃娃 TV 路要安怎行？头前茫无营业，一粒心肝也算勇敢，有时也是抓袂准运命。将阮蓝调的海遐阔，月亮也温柔光影影。离开的人无离开，那一站一站的火车，因一路一路送咱到遮。有路，咱沿路唱歌；无路，咱聊起过岭。时间伊从来毋捌回头行，毋敢向前，莫来讲输赢。无光爱心来有数，有光伊必有缘故。未来即张无记号的地图，亲像咧叫我的，亲像咧叫我的，爱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。路要安怎行？头前茫无营业，一粒心肝也算勇敢。有时也是抓袂准运命，茫雾就是湿气足重的时阵会出现的一种现象，让人看袂清楚头前。啊，营业嘞，就是一项你足久无去吸，也是无去吸，而且是放伫外口的物件。我讲放伫外口，唔是讲放伫厝外口哦，是亲像我后边遮的物件无收起来的，拢是放伫外口。啊，放伫外口，你若是足久无去叮当伊啊，伊顶悬的地有一顶幼幼朴实的泰戈物件，亲像我这电风就足久无用啊，我嘛无收起来，所以伊顶悬的就有影压。好，啊抓咧是一个动作，就是安尼，亲像你去外口耍娃娃机，就是咧抓娃娃。啊，搁有抓人嘛是抓，搁有警察抓歹人嘛是抓。啊，抓咧搁有另外一种意思，就是勾绳。亲像这句歌词，有时也是抓袂准运命内底抓咧，就是勾绳的意思，就是安怎算拢算袂准家己的运命。好，安尼路要安怎行？头前茫无营业，一粒心肝也算勇敢。有时也是抓袂准运命。这句歌词就是咧讲吼，咱徛伫人生的道路上，头前咧有足侪困难，唔知影要安怎行。虽然咱也阁算是健康勇敢。不过有时阵，人生嘛是会有不如意的时阵，无可能一定照你安排的路顺顺利利的行落去。从阮蓝调的海遐阔，月亮也温柔光影影。离开的人无离开，那一站一站的火车，因一路一路送咱到遮。浪呢嘛是一种动作，就是安尼。浪唔系咱讲是坡啦，不过浪应该是比坡搁较安一点嘛。呵。啊，宽嘞，就是所在足大诶，亲像公园就足宽诶。台北火车站诶大厅嘞嘛足宽诶，海边啊嘞嘛足宽诶。咱嘛会当讲你诶心肝足宽诶，意思就是讲诶你诶包容心足大诶。啊，咱嘛会当讲你诶人面足宽诶，意思就是讲诶你识识足侪人诶。呵，啊，光爷爷嘞就是咧形容物件足光诶。啊，光爷爷诶，颠倒病咧，就是暗飕飕，还是你要讲暗摸摸嘛会使。好，安尼从阮蓝调诶海遐看，月亮也温柔光爷爷。离开诶人无离开，那一站一站诶火车，因一路一路送咱到遮。即句歌词就是咧讲吼，咱台湾是互一大片海围咧咧海岛，月亮咧永远拢是遐尼啊温柔光明。遐为着台湾未来发展来牺牲的前辈虽然离开啊，不过因的精神呢，却一直留伫咧遮，敢那一站一站的火车，一点啊一点啊，慢慢啊送咱行到咱即卖的民主化社会。有路，咱沿路唱歌；无路，咱聊起过岭。时间伊从来唔捌回头行，唔敢向前，莫来讲输赢。聊起过岭，其实是用来形容路途遥远、足困难、足艰苦的。就甲爬山过岭其实是同一个意思，不过爬山过岭，予我感觉基本上拢是伫路面上个行，一粒山过一粒山。啊，撩起过岭嘞，就是有水阁有山，撩嘞基本上就是伫水内底行路，所以是伫溪啊内底行路，阁爱爬山。呵，啊唔捌嘞，就是从来拢无个意思，亲像我唔捌出过国，就是讲我从来拢无出过国个意思。啊唔捌嘞，阁有另外一个意思。就是无熟悉，亲像我唔捌你，
就是我无熟悉你，好啊，唔敢咧，就是心内有惊吓，还是讨厌这个物件，所以袂当付出行动去做这件代志。亲像我惊鸟鼠，所以我就唔敢抓鸟鼠。好，安尼有路咱沿路唱歌，无路咱聊起过岭。时间伊从来唔捌回头行，唔敢向前嘛来讲输赢。这句歌词就是咧讲吼，在咱人生的道路当中，若是有路会当行咧，咱就会当轻轻松松、欢欢喜喜的行落去。啊，若是无路咧，咱会当聊起过岭继续行落去。时间咧一直咧向前行，袂停落来。所以咱人咧嘛袂当停落来，爱勇敢向前行，安尼才会有未来。你若是拄着困难就停落来，唔敢向前行，安尼就无未来啊。最后一句，无光爱心内有数，有光伊必有缘故。未来这张无记号的地图，亲像咧叫我诶，亲像咧叫我诶，爱一步一步。一步一步，心内有数咧，就是你家己心内知知，为虾米会发生这种代志，有这种结果，你家己是知影的。亲像你今日要考试，怎拢无读册，一直咧算。今日考试考了啊，考了好也是歹咧，你家己应该着心内有数啊。亲像这种你知影原因也是结果的，就是心内有数。好，啊，必有缘故咧，就是一定有原因咧。亲像考试上怎无考好？这内底咧着必有缘故，一定有原因的嘛，因为着拢无读册嘛。好，安尼无光爱心内有数，有光伊必有缘故。未来这张无记号的地图，亲像咧叫我诶，亲像咧叫我诶，爱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。这句歌词就是咧讲吼，咱家己人生的道路上，头前无光你看袂着未来，你着应该爱知影为虾米，是毋是做唔着虾米啊？啊，若是有光你看会着未来。一定嘛是有原因的，一定是你做着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未来咧就亲像一张无记号的地图，你虽然拢有计划有规划，不过未来发生什么代志，你会往倒位去，无人会知影嘛，无人会当控制。所以这张地图咧，就亲像是咧甲咱提示同款，叫咱爱一步一步慢慢啊行行好。好，安尼大家拢了解这首歌的意思啊吼，安尼咱就来复习头前的一挂词，蒙雾。蒙雾是湿气足重的时阵会出现的一种现象，让人看袂清楚头前。今仔日雨一直落，外口蒙雾足厚的，你出去爱较细腻的。营业，营业是一项你足久无去吸，还是足久无去擦，而且是放伫外口的物件，伊慢慢啊点关的，就有一层油油扑色的垃圾物件。我这电风足久无擦啦，点关拢营业。亮。俩是一个动作，就是安尼，嘛有高声的意思。阿明，咱做伙来去溪仔边抓鱼啊。浪，浪是一个动作，就是安尼，麦当恭喜抱。这个囡仔，大家知影拢甲伊妈妈浪条条，唔好伊出去。跨，跨是用来形容所在足大个，唔过麦使用来形容人。台北车站的大厅足宽的，所以有足侪人介意坐伫遐开讲。光爷爷，光爷爷是咧形容物件足光的。阮遮的街仔路平常时拢暗飕飕，毋过若是有商店，规条街仔路就会比较光爷爷。撩起过岭，撩起过岭是用来形容路途遥远、足艰苦、足辛苦的。咱撩起过岭，总算是行到位啊！唔捌，唔捌是从来拢无的意思，嘛有无熟悉的意思。我唔捌出过国，唔敢，唔敢是心内有惊吓，还是讨厌这个物件，所以袂当付出行动去做这件代志。有人就吵的，我唔敢食。心内有数。心内有数是你家己心内知知，想怎会有这种结果呢？你家己是知影的。你这摆出国开偌济钱？你家己心内有数。必有缘故，必有缘故是一定有原因的意思。因翁仔某会离婚，一定必有缘故。好，以上就是贾明友的《路》这首歌的歌词介绍，是不是写了袂歹啊？无怪会当得到金曲奖的作词人奖，啊，未听过的朋友咧，会当赶紧去听看卖哦。
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喜欢我影片的话咧，袂把起赞歌来分享出去。啊，咧电话观众朋友咧，嘛袂把起只电话咧，可以拍出边个小铃铛，安尼看到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你上我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我们后一个节目再会。